天天铲屎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，刚才又被我儿子叫去给他擦屁股，我真是无语了。自从他上了幼儿园之后，几乎在学校应该是没有大便过，每次都是回来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厕所。其实我以前也教过他，就是怎么样擦屁股，但是每次都用特别多的纸，几乎快要把我们家马桶都给我堵了。后来我就又给他擦了，他这么大也要学会自己擦屁股了。然后今天正好我们家武大郎在家，然后我们就来实际演练一下，让他必须今天晚上必须把这一项重大的任务给他结束完成他。我现在来找两个道具。哈哈，啊，小同志，啊，今天晚上你要为了你儿子牺牲一把，可以吧？教你儿子如何擦。滚，是你。来找两个道具。你的那个气球呢？那个粉色，被你弄爆了是吧？我的，拿两个黄色的，来，你来负责吹一个。紫色的是我的，我的紫色的。气，妈妈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妈妈要教你如何擦屁股。那怎么还要气球呀？把它气上。妈妈怎么还要气球？我来教你啊。那你快点就位。趴着，趴着更形象一点。趴着怎么趴？放趴着。哎，对了，来，把手机放下。啊。儿子，把这两个气球降。啊。抱着两个。这就是两个屁股，我告诉你怎么擦屁股以后。不要坐好了。谁都给你坐好了。教你擦屁股的没有学会，那再去拿两张纸，去拿着那个食物去练习一下，去找爸爸去练习一下，而且勤于练习，不会就要练习。这个小屁股可以，那拿妹妹来练习一下吧。妹妈
你妈那个嘴大正好。对，他这么大的小孩一定要是在边玩边学，这样的话他会，哎呦，这样的话他会记得比较牢一点，在玩中就学习了生活技能。哎呦，你慢一点慢一点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分享吧，拜拜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